听你唱这条歌就知影，你爱到一个别人的红色哦。是啊，我爱到一个有红的人。哎呦，这都不是讲来讲你。所以这段感情感觉足痛苦。哎，这当然这是痛苦的一条路嘛，对吧？是啊。你去你徛起来看麦。安怎？我拄则都徛你赶，行入去这条米道内底，人就是体格，就是体格。敢有影？我家己奈无法干。卡腿就是卡腿，皮肤够白。那无卡腿是会变手呀。啊，你就变星星啦嘛，星星唔只会用手咧呀。对不？你这款的身材唔是我来讲，你哪去爱到一个对不？有某囝的人对不？是无得开始缘分嘛？我嘛唔知影讲。这个算缘分哦。哎，小姐你面来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你用智商低吧？哎呀，那那用我大机啦，用个小机的啦。哦，不然拢是得进臭豆腐咧用。哎，请你请。哎，我是真同情。老板，这样子，好人安尼笑。你演家姑，我巴肚咧枵啊，我真叫。什么演你啊？安尼这样子吃对不？那是我要吃的。以前你甲我的感情，认定无人通。今何必风中停？不知何时是光明，错乱的情绪，犹原浮在我目睭。谁知你着晓心内话？的手牵手你，害我害我心肝赤半边。老板，切一块的卤料吼，啊，搁一罐卤卵吼，啊，配菜。好，你的菜来啊。那也紧呐。啊，谢谢。没有弄错了，我刚叫而已耶。丢饼，丢饼。哎，小三。海带来了，海带来了，谢谢。哎呀，我这个海带是够新呐！啊，保证大家喜欢，你很喜欢吃。老板，我要那个什么鸡腿哈，鸡腿，嘿，鸡腿啊，卤卵啊，海带，你讲海带好吃哈，还有一罐是高粱酒哈。哎呦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！啊，今年啦，好嘞，一罐高粱酒，嘿。就小姐呢，我给那里一个冒险。哎，老张，按错了，你这个人真是啊，不是我在讲你，下面。你无看会出来，你是小姐心情郁卒，真是要高粱酒，你做啥？哎呀，借酒消愁啊，这愁才会解。你捌听过呀？你只爱看麦对不对？早起那你真是赶出来。我咧做生意的人，人甲我叫菜叫面都，我也得趁钱，我咧管遐侪。想这么，你叫半道我嘛爱提出来。是啊，这个功德心的地方，你这个心情无好看会出来麦对。哦，可能是有啥物真悲哀的代志，是第一辛苦上发生的款。是，我嘛老人客，我怕该开讲者。老板。高粱酒赶快拿来嘛！是别关关，就卖关了。卤菜切切了，面个啥？进来啦！嗯，这位小姐，我会使坐你家未？会使啦。我先跟你讲多些啊。这小姐哥敢那真随便的款哈。那可以啊，你听你讲。啊，你敢那心情无啥好啊呢？是来在那点烧酒啊？那个个，我的心情就歹啊。这段时间感觉就艰苦。但是你也知影，三更半暝，你这个这水小姐，你若啉了酒醉，万一无拄好，若拄到歹人，要安怎？对吧？袂啦。那啉到醉茫茫，咧涂骹咧颠来颠去，安尼嘛是太失态，心情都会无好呢。是不是经商失败呀？无啦。啊，无哈。落去都袂顺啊，那样。袂顺，是你是讲？爱情袂输哦，感情的路袂我惊一个，这位小姐拜托一下哈，这个十大亲子这个问题哈，请甲阮小照顾一下哈。咱讲话尽量卖讲到遐真危险的，这伊若无气象症，我还是做你的听众。是是，请你听我并。冰冰啦，上情听水啊，阿好，好笑啊。就跳舞，甲伊熟识，甲伊来熟。
音乐声，伴着深深的爱，深深爱在心内，写在深深的爱，突然变成不应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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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应该有的爱，叫阮再又来败家，啊啊啊啊，因为伊是别人的红衫。听你唱这条歌就知影，你爱到一个别人的红衫哦。是啊，我爱到一个有红的人。哎呦，这都不是讲来讲你。所以这段感情感觉足痛苦。哎，这当然这是痛苦的一条路嘛，对不？是啊。你站起来看麦。我拄则着叫你赶，行入去这个面档内底，人就是体格，就是体格。敢有影？我家己奈无法教。脚腿就是脚腿，皮肤讲体。那无脚腿是会变手呀？啊，你着变星星啦嘛？星星唔才会用手咧呀？对不？你这款的身材，唔是我来讲，你哪去爱着一个对吧？有某囝的人对吧？是无得开始缘分嘛？我嘛唔知影，我爱。这个算缘分哦。哎，小姐，你面来啊！谢谢谢谢。哎，你用气枪滴吧。哎呀，那那用我大机啦，用个小机的啦。哦，不然拢是个劲臭豆腐咧用。哎，枪枪，哎，我是真同情。老板，这样子，好人安尼笑。你演遮久，我巴肚咧枵啊，我真叫不。什么枵啊？你这样子吃对不？那是我要吃的。怎么落水三千呢？你为什么就取他那一瓢呢？哎，张先生，我你都在讲迄句话讲话文啦，是吗？怎么落水三千？真的叫话文呐！我现在觉得你很可爱。又有同情心是？对，我渐渐喜欢你了。不是我这样，方小姐，你的古镜头过去了，对。阿你讲，哇，你跟你口肯归骨，萍水相逢，你就对我有好感。你要不了解我的背景，我是有某囝的。你要不？对，我是要不啦。但是你这个动情也太快了吧？不是吗？我看你一表人才，蛮有学识的。那你记得，我跟你讲，遇到这款的代志啊，我给你一点这个解脱，给你开导一下。这款的代志遇到，无结果啊，你都一定要看破。就是你嗰个心肝嗰个思念着伊，但是呢，伊早就伫个甲因某、甲因囝咧团圆。咁唔一样。这款的哎，资本都是无公平的嘛。安尼哦。对不？你也看较开咧。好，谢谢。啊对对，头家拄只面面旁来，我一段时间都有咧冷啊咧。哎呀，我徛只半波啊，我就想讲要看有法度插一挂话题中。是啊。结果无人要插。你。什么？你。你是张飞，飞哥嘛？我唔是张飞，无我叫八哥。啊他就是辉哥，什么辉哥？辉哥，你是啊？辉哥对啊，你讲的，哎呀，你是我被吹了。我是老张担担面，但是人拢叫我辉哥，不应该哎，主角就是你啊，什么？那就是，就是伊啊，就是我。哎呦，是我在讲你，你怎么到处留情呢？对不对？打扮那是派人拢是我来演，扛棒上去小姐叫你讲啊可怜，负心汉都是我，卖演啊，卖啦卖演啦卖演是别人对不？对对对对，这个单元里面对，只有你你看怀霸声，怀霸声，满脸横肉，对，一定爱落去啊？什么？一定爱演落去？是。叫恁的旧情演落去，卡在路边又来吹。安尼我一定要唱一首歌才可。啊，过来唱歌。那个唱歌，那个麻烦。阿红，你也了解我的心情。当初的心情，亲像天顶闪闪的流星。像定在到遐的心，我嘛是想遐生命的意义，我嘛是了解一途无聊时，我嘛是想要过来过日子，我嘛是想要我重新来做起，啥人？我心内的秘密。
无唔对，就是这种声，这种表情。啊，就是本人啊，对吧？就是本人，无唔对啦。我是较早少年时阵的歌声，起码我已经老啊，所以较粗淡薄。哦，爱说爱说，老张这就不是我讲，你都有某囝人，为什么佮人对吧？感情佮有高高低啊？你也知影，因为当初时阵，阿五佮我某是两个人是同窗的。你跟某是同学啊？对啦，没有错。是那个近水楼台，但是我是少年的时阵。已经决定要娶我迄个某，所以讲我才甲伊放上。这对你来讲，我是安尼是算有良心啊，无良心，对不对？啊，阮家有钱啊，就是因为你讲恁家有钱，所以讲较早。真个冲动啦，有钱个，有钱是有做少，无啥冲动。系啊，较早的时阵，因两个同学选了我，见到另外迄个，就是因家想过好个。哎，我一个人就是安尼，太有钱的人。他就难免会趾高气昂，讲要叫我红酒，你看卖这敢生活体统？这是我过去的大波浪，所以讲我毅然决然离开伊，我嘛算有某有囝，希望你唔通过来搅扰我的事。老张，虽然讲你真水，你也要考虑一下嘛。据我了解，你即马是独身啊一个人，对吧？一个公鹅带了两只小鹅，你也是考虑一下，这小姐嘛袂歹。对吗？我会好好照顾他。照顾谁啊？照顾你两个小孩。我的孩子站起来比你还要高。真的吗？你怎么照顾他？我真感谢你对我的一切。我唔知影讲你等我这么久。对啊。我若早知影，我早就甲你讲叫你死心。我想你跟我一起死的呢。死心，死心啊！我死心吗？彭小姐。哎，怎样？起码十大亲子观赏电视的问题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办法。哎，你也记得古镜头一定要盖起来，那我也海戏真多综艺节目。那我哪里讲呢？拜托你搞我上一期坐上尾班的回家，我这人是真有骨气啦。我上一期，阿五。哈，辉哥，有一件代志。有啥物代志？你毋是要跟我分开啊？有啥物代志？你改变主意啊？哈，是，你做你讲啦。五万块啊，小借一个。明仔载无钱买低头皮啊。你毋是讲你有骨气？你毋是讲？